而且也发现我们的木工老板很可爱呢，欢迎多拍两张照片吧。Hello， 欢迎回到范玉去旅行。今天是我们挑好、精心挑选的一个好日子。原本上一集说是7月6号嘛，那我们现在就改成7月5号进场。有好多好多邻居都是同一天进场，就是工班准备进场。我们的工班师傅、木工师傅就说：“哦，楼下来的30分钟才能进到地下室去卸料。”农民地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是保护工程第一天嘛。那其实在施工之前呢，我就有先敲我们的社区的群组，问一下有没有同一楼层的邻居们呢的保护工程可以留下来，或者是说也有同期要施工的。那很好的是，邻居说 OK 耶，他说没问题，然后还说保护工程部分他会跟下一个设计师会有协调的，有一定的默契在，会做保留或者是移除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替我们省下一笔费用啦。那也是他们感谢邻居的友善跟帮忙。我们同一层还有一户是刚入住，还没有装潢，但是我找不到人，他也没在我们的社群里面。那所以等到有机会有碰到他，我也会再问问他他们什么时候要做装潢。那后续你们就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实际保护工程的状况。Go！ Hello， 很欢迎回到 Fly Vivian 去旅行。今天是我们开工的第一天，要去新房那边做保护工程。那我们从今天开始都会陆续拍一些影片啊、说时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装潢的过程。没有想到等了两年了，总算等到了。因为我们是买预售屋，买预售屋状况本来就很多，原本说好是去年可能就会交屋了，但没想到还是延到今年了。但延到今年呢，一样是不会有超过合约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没有拿到赔偿。哎，不过讲真的，当初签合约的时候也没有想到等到这一天哎。对。不过我刚签的时候想说还很久，慢慢来。结果没想到，就一下就到了，两年了。连他已经跟设计师见面，我们要去补录一些开头的画面。开头的画面，补录是一只恐龙。后面这十个，是我们家。还不熟吗？超不熟。很快。东东应该到了吧？哦，工程做完在这里啊。哇，真的耶！还在做啊，东东应该在里面了。我们找东东，进来看一下。还没问完呢，我想问这玻璃会做到哪边？那先去，你先。玻璃。我想说做六十公分就好了。六十公分。我觉得60公分太多，因为我之前帮客人做大概都60公分。那可以、啊。因为你还要考虑这边进出的空间，我又怕你太小。因为我想说至少也要遮住这里。嗯，对啊，只要遮住机器而已。然后可能上面就做一个小圆弧。小圆弧是什么？我直接找那个照片。哦，这边做过的。这是我们今天的首席设计师东东。看看看。其实7月5号开工第一天啊，他很热心啊，他帮我说录很多说时录影录，然后之后呢还有一些很多好玩的东西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东东之后在完工的时候也帮我们大家做一些他的规划跟他的想法跟介绍。OK， 大概是这样子。那因为他还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大家啊，待会见，拜拜。分享给大家保护工程说时录影，那也要感谢设计师以及木工师傅愿意支援。保护工程是装潢不可或缺的第一步，除了保护地板、瓷砖、卫浴设备不被破坏以外呢，那公共区更是不能缺少的环节。而且也发现我们的木工老板很可爱呢，欢迎多拍两张照片吧。那这段宝贵的说时录影就只有20秒，那不嫌弃的话就好好的把它看完吧。那搭配着我精心挑选的音乐。
而且这边真的要夸奖一下 ，Order 的配合公庙水煮真的很棒的。那因为我们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我们的保护工程半天就结束了，没有很大了，很快就搞定了。我听了好受伤，检讨一下。我检讨，我预算有限。那你什么时候要买大房？如果你喜欢我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好壁画。好的，那就先这样子哦，拜拜。拜拜。下集预告：装潢过程临时发生状况，那现场需要讨论后续该如何动工呢？我是一个小小的上班族，那又花点心思用心跟大家做分享。如果不嫌弃的话，记得按下订阅哦。那就下次见，拜拜。